What's up, people? Welcome again. Here I am in front of Eiffel Tower. We just left Phong Mok Tour,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our last busking here. And hopefully it will be the best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our last. 지금 문제가 생겼는데 에펠탑을 VR을 찍어야 되는데 지금 스탠드랑 카메라 전체를 다 갖고 들어갈 수 없는 상황이 돼서 巴黎铁塔是我们最后一站要做 busking 的地方的地点，我们想要在这么漂亮的一个地点拍一个360度的一个情景，让大家在这个 busking tour 可以看到的。但是那里的法律是很严格的，因为他们会怕说带这么多东西去会不会藏着什么东西是炸弹之类的，所以就有了一些的问题，一些的状况。 也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拍一个360度的巴黎铁塔那一边让大家看的。My first single in Korea, it's going to be in Korean. 누구를 만나던 데려가요 너 자랑하고 싶어서 사랑에 빠진 나 아무런 말도 필요 없어 눈부시게 빛나던 너 무슨 말이 필요하겠어 이렇게 춤을 추는 넌 날 좋아해 줄까 Oh baby 어느 밤 기적이 일어날 것 같아 But I think it will be a good singer in the future, and I like it. It's like the nice song. It's also the Korean song. It's nice. And it's on the dancing in the night. Oh yeah. Baby, you,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最后一个地点在巴黎铁塔的感觉是有一股已经完全放松的心情，因为知道说是最后一站，但是也有很不舍得，因为往往会觉得说，哎，最后一站再想回去，从第一站走到最后一站，总有好像有一种感觉是没有完完全全的享受整个过程。但是最后一站的演出，也非常的成功，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然后反应也不错。 所以就是应该是我人生中这一次的这个 Eurobusking Tour 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可以再有一次机会去做类似像这个 Eurobusking Tour 的话，我会选择印度，不是，我会选择。 我想要去英国或者是美国，对，我觉得这两个国家搞不好会给我另外一种感觉，因为之前有去过美国，看到大家的街头上的艺人的一些表演，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比较 free 的感觉。然后当然英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英国一直以来都让大家有一种很 high class 的那种感觉。 所以可能如果可以有机会去的话，这种街头艺人的表演的方式可能会再好一些，就是再用一个比较不同的设计去把它做好。经过这一次，我觉得其实两个都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如果可以把亚洲跟欧洲感觉混在一起的话，搞不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对，就是让不同国家的人混在一起，然后一起听我唱歌。
的那种感觉应该是非常的棒，就让我觉得说在这么多年做音乐的我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可以好好的完成。我对于这个有什么感想？在工作做音乐的努力还有付出，这也是我觉得在做每一件事情的一个会有的一个 principle， 就是你付出多少，就是有多少的回收。然后我希望以后会有更多机会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些活动，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听到的音乐。Yes, we're finally done. I feel so hungry. I'm going to go to the Europe Busking Tour. 经纪人慧婷，还有韩国的夸西，还有整个 team 的努力，还有机会，就让我可以做完，这个也算是一个圆了一个梦的一个 mission， 然后也留了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回忆。然后希望大家在这一个 I'm Eric Europe Busking Tour 的这个节目可以找到快乐，然后也可以认识我多一点点。然后当然，整个团队在简介这一个影片的努力和付出，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是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 100% 的把 effort 放出去，然后肯定会有好的结果。Tell you, pop, 공기가 날 설레게 할 때, I want you to come in just the right time. 아직까진 춤추는 게 색깔.